Hello， 欢迎来到 YouTube channel。我们走这边好了。好。我们今天，我们看到我们现在这里有一颗蛋，这是台中的那个 Jeffo 的那个道馆，对，新增的道馆，新增的道馆，我们觉得很有机会出超模。对，我们觉得下礼拜他一定出，所以我们现在要在这边等他。好，这就是我们寻找超梦的起源地了吗？希望可以每个礼拜都来这边打，这样应该就有很大的机会可以获得超梦的票。那如果你是台中的人，台中的人的话呢？我们是走过的吗？你也可以来这边。我刚好啊，要不要重开？赶快重开！我在这边没错，这就在这里没错。如果是台中的人来这边吧，那个。这里是米平方店，这里是玉门路啦，就是在东海附近这里，还有两分钟要开蛋，希望这一次可以把超梦获得他的票，我已经打到新立桥车。OK， 我们两个开那个私人小组就够了，好，二十个人球会没有。好，等一下我们开私人小车。你的声音在下降，没关系吗？不太行。我在想说他什么时候有自动调节功能？那摄影机，嘿，不过，改天换一台单眼好了。小乙就拿来潜水用，就是火恐龙开的。怎么突然就开了？没有突然开。我们直接开一个私人小组吧，你开吗？好，你开。你的是什么？你终止卡布索。就好了 ，OK。好，我们两个黄的，太好了。哎，接下来我有伤兵，我有伤兵。你有九十秒可以。OK， 很够，很够。好 ，Go。是的。Go 一。打火恐龙哎！要不是这是一间赞助商的店，我应该不会打火恐龙。喷他。我们来看谁输出高。我把秒。耶！快点击掌。几十万没过，好伤哟。今天超少，只有三千。哦，伤害量原来最高可以到三哦。对啊，最高就是三啊。二颗。应该随便抓都可以。啊，我没有丢莓果，我就。搞不好他就进去了。没有，我没有丢到。我忘记锁圈了，我刚刚直接丢。平常少丢它，它也长得比较矮。S 了，你有多少？819。对了。哎，我抓到了。有改的，好了，一球中。我的802，丢凤梨给他。我的802，看这只 IV 真的蛮强的，好，直接卖。要先不要卖好了，好不好？是会为我招来超梦的一只。左相匹，你攻击级位强大。神宠。好。他实在太强了。可是你的跟我的差没有很多。他可能82，你的可能80，或是79、78。这集就是希望之后可以呼应到打超梦的影片啊。那如果可以打超梦的话，应该是会开手机直播吧？应该就直接直播来打超梦。嗯，对啊。先不提说抽场次啊，光靠抽人我就觉得有一点不太公平，这我自己觉得。对啊，那加油！希望下礼拜大家都有超梦票啊。那如果喜欢这影片的话，就想着点个喜欢。如果想看更多影片的话，别忘了订阅哦，在左下角订阅，铃铛，铃铛，叮叮叮，好，下期再见，拜拜。拜拜。